我是工程跟班队长，现在在我们3.20次工作面总采工作面的辅助进风，小列车疾控室这里，正在使用通过这个5G基站与顶上进行视频连线。你现在地下大概多少米深？五百米左右，地下500米左右。 以前能跟地上进行这样一个视频通话吗？以前是根本不可能的。这是我们矿场第一台这个基站，它通过了防爆处理。然后这上面呢是天线，下面呢是它的核心装备，那叫RRU。这个黄色的是一个做。 经过防爆认证的防爆科，我们呢要实现煤矿的智能化或者工作面的无人化开采，井下的很多场景的这个智能运行，这里面就是数据的传输，这个。 那么5G 的它的这个三大特点，它就是广连接、大带宽、低时延，就这三大特点恰恰是契合了这个煤矿智能化的这种需求。